做章鱼烧要柠檬汁是吗？因为我们要美乃滋。我最喜欢吃美乃滋酱，章鱼烧的胜败，你们知道吗？重打一次会真的比较快，因为来吃来不及。哇塞，一千年都绝对弄不下去嘛！看起来很专业哦，这边有海鲜味，那边有火药味。哎，你们要搅拌到没有看到油为止哦。等一下，打算。成年之日，到底你喜欢吃哪一样？好像神圣的一绝哦。最萌厨艺实境秀就在未来娱乐台小厨当家。